着庄佩仪综合报道，日本男星小出惠介去年六月被曝印上未成年少女，遭经纪公司勒令无限期停工，事业进入冰封期。之后传出他在小豆岛闭关反省。不过据最新一期 Friday 杂志报道，他已重回东京密谋复出。据报道，小出惠介一月初被发现跟五名男女在东京麻布十番的高级日本料理店用餐，期间他多次站起来鞠躬和其他人握手，脸上尽是开心表情。知情人士透露，小出惠介已深切反省，决定改过自新，而他已和当初受害女子和解，获警方不起诉处分。因此小出惠介计划于今年中重返演艺圈。小出惠介密谋复出，翻摄自日本雅虎小出惠介去年包性丑闻被经纪公司无限期停工，翻摄自推特。